是亮亮，我是点点，我是小蜜，耶！小蜜的身体盖住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做菲菲，我六岁。我们今天要来做饼干，他是我弟弟，叫做金威，他是我的好帮手。我们要来做饼干了，快点！倒第几面粉？会冲到吗？百耶，太多了，差200了。归零，然后再从这里倒过去，要100哦，100。糖粉25克，蛋黄和蛋白要分开。好，那我们去变冰箱了。好，你呢？
学生的。好，那你去冰箱。好这块是我的，这块弟弟，总共压四个，这个两个，这个两个。这是爱心。这个哥哥。哥哥哇，好棒哦！弟弟，这什么形状？星星吗？对呀、啊。再要一个。一样要啊，星星吗？我想要自己做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就说圆圆呀，便便。小兔子。好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好，爱心的。耶。耶，一个小人了。嘿嘿，我今天做了十二个饼干，我要拿去烤箱烤了。好，我们送进去喽。我们现在调160度哦，然后要烤15分钟。饼干烤好了，我们来吃饼干吧。快点，我们来吃吧。快点吃。点点，你在这边，我去那边，然后我们来玩丢球。好。哎，他们在玩丢球哎。我也要玩球。亮亮，那是我的球哎。对啊，亮亮，那是点点的球，你不可以抢点点的球。可是我也想要玩啊。那你可以跟我说，你也要玩球，不可以用抢的啊。对啊，亮亮，抢别人的玩具很没有礼貌哎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刚刚是因为太想要玩球了，所以就把球拿过来。对不起哦，点点，我以后不会再抢别人的玩具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没关系，亮亮，那我们一起来玩球吧。好啊。亮亮会做到不抢别人的玩具，才是最棒的好宝宝，大家也能做到吗？来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哦。大手拉小手，一同去郊游，只要大家在一起就会很开心。你带水壶，我带点心，一同开开心心去郊游。当我们都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当我们都在一起，尽快乐无比。你对着我笑嘻嘻，我对着你笑哈哈，当我们都在一起，尽快乐无比。哇，你们听，虫鸣鸟叫，他们好像在唱歌。哇，你们看，小白兔跳跳跳，好像在跳舞。那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。角两角三角形，四角五角六角半，七角八角手叉腰，十角十角打电话。当我们都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当我们都在一起，尽快乐无比。你对着我笑嘻嘻，我对着你笑哈哈，当我们都在一起，尽快乐无比。手牵手看看风景，跟好朋友一起好开心，快快乐乐踏进去，嘻嘻草原分多金。那我们再来玩游戏吧。一角两角三角形，四角五角六角半，七角八角手叉腰，十角十角打电话。当我